的心愿，主万民再次的奉献自己，献上我们的自己和我们的全家，哦，能够在儿童身上，主啊，愿你一同配搭，让儿童牧羊人一同受你的成全，主啊，求你祝福这样的剧情，在剧情满了你的说话，这些将来就是我们众人得机率一同被成全，主啊，让你的让你得着荣耀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愿你们喜乐。我是李向正弟兄。我是韩国人。来自韩国。两个月前，我们全家搬回到台湾，目前在台北市会所24会所配搭服事。这里和燕丁配搭，我们这个三场有一阵跟弟兄姊妹交通。其实我对儿童啊比较陌生，跟你们一样啊，这个我也需要害怕。你们一同借着主的话，指示的话语，然后就开启。然后弟兄姊妹，那我在电梯，走在我们前头的做榜样的，我们听听他们的见证。如果在开牌。一同有关于这个儿童的工作，我们这一个今天的这个香调聚会的主题，我们手册在前面有一个主题，我们一同宣读一下：点燃儿童福音热火，开创教会传真新局。阿妹，好，请在我左手边的用姊妹，你们站起来，一同用你宣读。阿妹。点燃儿童福音热火，开创教会繁荣新局。再读一次。点燃儿童福音热火，开创教会繁荣新局。右手边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站起来，用你宣读。点燃儿童福音热火，开创教会繁荣新局。再次。点燃儿童福音热火。这句话就是这个今天这个成全聚会、香调聚会的主题。盼望我们无论是开牌，无论是活力繁增，无论是牧者弟兄们，我们这个三组都一同进到这同样的负担里面，就是要点燃儿童福音热火，开创教会繁增新局。我们一同把这句话背起来。点燃儿童福音热火。阿们，感谢主，盼望我们一同来进到这样的负担里面。我们在实行上也是以这个方向为我们的方向。阿们，以这个负担为我们的负担。阿们，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一下我们的开牌成全主的第一篇信息。那手册的第13页。我们讲第一篇的篇题，一同宣读一下。阿妹，再读一次。教会中儿童工作的重要。阿妹，说到儿童工作，李弟兄说，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1932年，在烟台教会被兴起之后呢，第二年开始，因着有这样的需要，开始了看顾。弟兄姊妹带孩子来参加聚会的人，来顾到他们，然后再来到上海，再进一步的有儿童，这个聚会的需要，然后1949年来到台湾开工的时候，这个儿童的人数加多，所以这里有儿童的这个照顾聚会的需要，他到美国也是照样，所以意思说到哪里有大人进来。跟着小朋友跟着进来，意思说有大人的聚会，为了这个聚会，不光是为了大人，这个我们家中的儿童也需要合适的照顾，不光是照顾看顾他们而已，更需要从小一种有规划、有成全性的有培养他们。儿童工作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下第一大节的第一段，儿童工作不仅仅是在圣徒聚会时替他们看管儿童，儿童工作还需
侍奉担负重要的责任。这里有重要的词叫不仅是看管儿童而已，还有第一个是栽培，还有培育。我们需要从小栽培培育他们，才能够他们在生命里长大，不仅是肉身的生命长大，更是属灵的生命随着一同长大，然后有一天在教会中能够侍奉，甚至呢背负担负重要的责任。阿们。我1998年来台湾去参加这个台北的训练，那个时候我们受训课程当中有个儿童这个专项，那个时候1998年，将近15年前，王元山弟兄跟我们学员们传授这个儿童这个负担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，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成家，对这个儿童并没有负担，并没有感觉。但也过了15年，我成家了，我有2个孩子，刚好这个儿童的阶段，老大就小五，老二就小三，所以从去年开始，我在教会中一直服侍，就是大专青年，对我们的这个大专的服侍是非常重要，这个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跟我的生活是搭不起来的，因为我家中的孩子，我基本上没有顾他，就是让我姊妹来专门顾他，我的呢全身全心投入在大专的工作里面。所以我们两个都在生活、家庭的生活、服侍上是没办法那么和谐的一同这个培育，不仅是照顾我孩子、家中的孩子而已，觉得接着孩子们能够得着他们的同学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是好像从主一点的给我一点的负担，给人的感觉，应该趁着他们年纪还这个小的时候呢，不仅是妈妈顾孩子，更是爸爸一同。所以我是不是一个全世界服侍者的身份来跟弟兄这么交通，我应该要坐在这个底下听一听弟兄们的交通才对，让我有机会这样的交通的意思啊。我就想，爸爸为什么主啊给我这样这个操练呢？意思说讲的人更需要进入这样的话，我愿意从头开始学习。这里说到栽培培育的确我们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不光是弟兄姊妹是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孩子从小如何受栽培，如何受成全。小学6年，国中、高中6年，大学4年，将近16年，在地上受属世的教育。同时，我们做这个为信主的、爱主的弟兄姊妹呢，更盼望我们的孩子不光是在地上受到属世的教育，更是从小能够栽培、培育，受到这个属灵的教育，好使他们个个都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。我离开韩国隔10年4年半前搬回到韩国服侍，我在回到我的当地，看见我在学过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儿童的这个弟兄姊妹，隔了10年一回去，看到他们都个个做大专生，我这个吓一跳，差一点认不出他们来。那其中一个姊妹呢因为姊妹弟兄也没有过正常的教会生活，那姊妹呢从小带2个孩子参加小孩各种的聚集，然后在家中就牧养他，用主的话来牧养他们。那这次我一次发现那个姊妹呢那个时候大三，那有一段小段的时间呢没有恢复过教会生活，因为妈妈有一些事情就软弱下去，所以妈妈软弱没有过在外生活，孩子更是软弱。但是感谢主，一直主的怜悯主把他们带回到教会生活里。这几年1-2年就在那里在外中慢慢恢复过小孩生活、主日生活那现在呢，感谢主，今年2月在韩国训练中心报道，正在受训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从小培育可能需要一个放眼眼光来现在可能不一定是成才，但是呢，借着我们的栽培，有一天他愿意他的信念。感谢主，那个信念不是结束，一个开始。不管
这个受洗完，他们无论是在职、或者升学、或者全世界，都有在教会中有益处。所以我们需要这里说多年后的意思说，你不用说30年。阿妹，我们需要像你不用一样用这样的眼光。我们要不是儿童，不是我的孩子，看我们以后的30年。求主给我们这个忍耐，给我们这样的恩典。啊，第二段。啊，请左手边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读一下第二段。阿门。上一代的人是从儿女进来，没有儿女进来，教会不会响。对，保罗那一代的人能够直接从世界里救出来。阿门。但是保罗下一代的人就要像提摩太一样，是从家里里出来。阿门。这是你弟兄在初信教会里面说到，教会中有一半的人从世界带进来，但是另外一半很重要，从我们的家庭中产生出来，这样才教会才能丰富，才能够刚强。当然像我是高中得救，所以我是从世界被拯救出来的，所以所谓的在我们家中我是第一代。但是感谢主，我现在还有我的孩子，他们是这个像提摩太一样从我家庭里面产生出来的。当然我对这个因为儿童班，我姊妹刚好儿童班长大的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两个配搭起来，他是儿童班长大，我是从这个世界这个带出来的，刚好哦，这个你就说的一半，这样结合成一个家。哦，所以这样当然这个从外面进来的是有一些啊，因为他们有些曾经有些的经历，所以儿童班常常羡慕这些从外面进来的。但是我们真的外面进来的呢，常常羡慕儿童班，因为儿童班从小受这样美好的培育嘛。不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有这样的眼光，我们需要像提摩太一样培育我们的下一代。这里啊，提摩太后3:15，保罗说他从小明白圣经，当然这个圣经呢是旧约圣经。这个提摩太是从小的这个旨意呢是婴孩怎么能够懂字呢？可见这里妈妈一些的从婴孩不认字的时候，这开始传书讲圣经故事，这样需要有这样的眼光，不是等到认字了、上小学了才能够培育他们。不，我们是从小婴孩的时候，刘冠华弟兄，感谢主，他们结婚。我以前在台中服侍的时候，他在读中兴大学，他姊妹是陈良的姊妹，也是读中兴大学的。阿妹，他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孩子，但是他们就在这里，是你们是蛮有智慧的，也需要从这个还没有生孩子之前，需要接受这样的传输，有这样的负担，一生下孩子就给他们教育。给他们讲传书，外祖母罗隐，他母亲，有这样提摩太是非常在敬虔的家里面受长大、受培育，所以才有想成为保罗同工。感谢主，我们有同样的这样的眼光来服侍我们的下一代。儿童工作既然这样重要，重要在哪里呢？还有儿童大会吗？只不过一年或者半年一次而已，但是我们需要每周要过，每天要过生活，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大年，请用一同读一下儿童小孩的便利性。这里说儿童小孩，这个神命定之路啊，这个从福音开始，然后呢，在家中社会，那一段时间需要聚集成团，这个排生活。李用说占教会生活的80%。不晓得弟兄姊妹，大人对排如此的重要，照样儿童也是排生活是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这一段一同读一下，儿童排是按着家做据点，引进孩子邀揽，在所有居住之地都可建立社区儿童台，家家打开，人人可做。神命定之日的关键是在于这个家，主求的得救我们每一个家，不仅得救而已，更是每一个家能够侍奉
每个家能够把家打开，能够做儿童聚会的据点。阿们。当然这个家呢，我们等下一堂做讲，主动都会这个交托到这个家的负担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要家家打开，人人可做，这是非常方便啊。这个我有来台湾发现啊，这个每个街道都有 7-Eleven， 非常方便啊，不需要跑到这个大卖场啊，这个旁边就有 7-Eleven。这个政府对台湾居民有为了便利性设立，那我们盼望正要说到啊，这个在所有居留之地都可建立社区儿童台。我们有这样的眼光，他们私人呢，为了赚钱建立啊 7-Eleven， 那我们呢，在教会中为了要得着更多的儿童，我们要建立属灵的 7-Eleven。让每一个愿意啊，这个他们孩子啊，这个不仅在处事上受教育，更是在属灵上跟神啊有这个得到这个最好的益处啊。需要找到这个据点，不是跑到很远的一个会所而已。盼望这个便利性啊，是在于我们每个因着每个家能够打开做儿童啊，能够让不光是小孩子。更是啊，记得他们和他们的家长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教会繁盛啊，继续的永续的经营。感谢主，后面继续弟兄们来加强。他们不只是果子，他们也是种子啊，他们将来成为种子，种子种下去，他会再收成，对不对？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啊，你看这是种子哦。所以不只是果子哦，还是种子哦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有4个小点，弟兄姊妹对读，弟兄一点，姊妹一点啊。第一，弟兄，他们送到国中，就国中的福音种子。这些弟兄姊妹毕业进入大专，又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。这样翻倍实在是如何美好。 Amen。 感谢主。那我有四个小孩，这个他们 最小的高一啊，这个，老三高三，老二大三， 老大研究所2年级。那他们都 经过这个儿童阶段啊，都得救了，然后呢也在教会生活中很进功用。那这个当然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哎，你的小孩都教得很好。我说感谢主，也是你们这个给他们多方鼓励，所以他们是太阳晒熟的梅果，月亮养成的宝物。哎，弟兄姊妹也很扶持，那所以很感谢主啊。那他们呢，真的就是在不管在国中阶段，在高中阶段，在大学阶段，哦，在研究所阶段，你看他们都是福音的种子。哎，他们不仅这个自己过教会生活，他们还会去传福音，还会带人得救，啊，哦，还会去喂养人。哎，我这个每个大概几乎每个礼拜二再到训练中心去给他们上课。哎，我看到我儿子，哎，陪一个弟兄在那边，啊，晨兴导读。我还问他说：“哎，他是不是新人？”他说：“是，哦，是新人。”你看他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很好？啊，所以这个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你要说了很对啊，不只是果子，还是种子。所以你看我们做工哦，这个眼光要放，啊，这个是一举数得的，哎，一本万利的。我今天得一个，不是只得一个啊，我是得这个很多的。他背后，他的这个潜力性啊，都是很大啊。所以以前呢，啊，那个我们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会传福音的叫布迪啊，这个布迪啊，他这一辈子听说带了300万的人得救。有一天呢，啊，他传福音传完了，人家问他说：“哎，今天几个人得救？”他说：“2.5。”两个半是什么意思？
啊，弟兄姊妹，两个班是彼此，两个大人，一个小孩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有嘞，对，两个小孩，一个大人，为什么？对，对，而着大人就得到他的半身，因为他上半身已经被世界、被罪恶玷污、被霸占，对不对？他只剩下上下半身，但是得着孩童呢，是得着他的一生，哎，得着他一生哎，你看哇，这个多好啊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主啊，我们要这个为主做工。我们的眼光要放眼，啊，你看这个，所以你有主的仆人，眼光都是放眼，啊，你虽然这几年，好像我们统计数字，儿童都不算，啊，不算在那个主日聚会人数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哎，他经过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哇，不一样了，不只是他得救了，他还可能带他同学还得救了，那我们看。第三个，儿童带儿童，并且借着儿童带进不信的家庭，带进不信的家庭。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北投了啊，他们的见证很多啊，借着这样他们带进很多不信的家庭。好，第四，假使这些儿童从六岁开始就在儿童聚会中受培植，并且得救，国中三年。高中三年，大学四年，继续受培植，如此他们总共就接受了16年的属灵教育与培植，多好，16年啊，他大学毕业，他也受16年的啊这个属灵教育，16年。好，第五，我们不只要做教会中的儿童，还要做外面的儿童，就是儿童福音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要做儿童福音啊，大量得着儿童。那我们这边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三个小点，一，常常传福音，把邻居亲近的小朋友。40-50%都是从这个儿童接触的带进来。你看，他不只是儿童带进来，他父很容易就进来，很容易就进来。所以这是一条得人的路，很好的路，而且得进来的人都很扎实，都稳固的活在教会生活中。哎，你在外面马上受尽了啊，那一下子他就不来了。哎，他不稳固。我们这个寒假期间，有一个开展队来开展5个礼拜，他们只有晚上来，他们很认真，做得很好，5个礼拜受尽了47个，但是呢，等到他们走了，留下来，现在还在接触，可能只有个位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你受尽了很快很多，但是你留不住。留不住，所以这个是外面的。但是你看，从我们这个儿童福音、儿童小孩啊，他那个坚定持续，他带进来，他们的长存，活在教会生活中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能够得着长存的果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六重点：儿童工作长期做下去，效果难以估计，若是我们做得好，必定生生不息。啊，
第七重点，对于儿童工作，我们必须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来接受，各地必须很积极的做儿童，因为儿童工作的前途超过学校工作。啊，儿童工作前途超过学校工作。我们今天很多都在校园得人得人得人啊，当然要偶像，哎，这个总是学生还是比较单纯一点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个现在问题太多了啊，你看问题太多了，我们现在有些都是这个三 C 产品啊，所以你们都是一头猪，都是滑来滑去，是不是？哎，连儿童也是一样，所以你看，你如果不早一点来得着他们，以后他们对这个属灵的事就没有兴趣。我比喻说，好像你从小都是吃那个高油脂、高糖分的啊，那些长大了，你看你叫他吃健康食物，他要不要吃？他没口味，啊，没口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真的从小就得着他们，从小给他一个健康的口味，啊，他们喜欢这个属灵的健康的口味，所以他们以后啊知道了，其实。要去外面流荡，他比较还是教会生活中好，他还是会回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哦，有些人碰到啊，以前我听过啊，以前小时候谁跟我传过，对不对？都是小时候那撒过种啊，所以这个是这撒种工作很重要。好，第四大点，我儿童服事的多方性，我们一起来宣读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带领儿童工作，原则是多方的，儿童聚会的地点、时间、做法、师资、目的都是多方的，各方面都是多方的，一点也不受惩罚。我们这样做，只求能够培育儿童，并借着他们带进更多未信的儿童。借此把福音传到未信的家庭里，这是应许树德的，盼望我们众人都不轻看这事，并为这事祷告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呢是应许树德，希望为这个祷告。那我们下面我们请这个七会所的胡慧梅姊妹做见证啊！我先给她介绍一下啊，不然你先上来，先上来啊！你看他15岁的时候骨癌，所以这个脚锯断，啊，装了一只，那他也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小孩，但是呢，他10年前到桃园访问，啊，听到说能够用余生换得孩子的一生，哦，所以他有负担就回来祷告，祷告了几个月，哎，就跟一个家开始配搭，啊，打开家做儿童。做了10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哎，我们姊妹能够开家，做儿童牌，坚定持续做10年，每个礼拜四就去菜市场买菜，自己回来煮菜，哇，他每次都是摆了很丰盛，啊，你看他能够做，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你也都能够做。